那我真的去你家吃饭喽。走，找个中中啊，叫我菜都买了，我都起来，我还正经。这么热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手。今天到了河南，已经踏入河南了，信阳市，过了信阳了哈。然后这里是107国道，身后那边有一个菜市场，我们去买一点菜，等一下到找个地方做饭去，今天不蹭饭。想吃啥，峰哥？我是无所谓的。啊，这是阳江，酸好的，嗯，腌好的。有啥来着？五毛，他说九毛，你说六毛，砍一半是吧？哦，我他说六毛，我有。哎，这是啥菜？这个？腌鱼。啊，腌鱼。那是大肥。就是香菜。啊。大肥炒鱼可好吃。哦。老水饺也好吃的很。还没辣。这个、叫什么？知道吧？大肥，那你拿一把。我们那都叫大飞，大飞是吧？啊，这个叫做紫苏。我们那叫紫苏。嗯，我闻一下是不是？那是的，香，香。嗯，我们那种是紫色的。啊，香。哎，这蒜苗，蒜苗不错。这蒜苗八分。这是你自个种的还是拌的？自己的，自己的，别拿老花的皮，老白，老白。那怎么卖呀？八块。八块啊！你找个批发市场的饭来，在谁的捞七块进，我们都没敢进。那你是不是在进的呀？不是的，那边那儿买的，你去在那儿买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等下再找一找哈。没菜吗？没菜，没菜，我们随便吃一点嘛，我们买几个土豆嘛。土豆什么时候炖都可以啊，我看一下谁家土豆好，好不好？那这都是青菜，我请你吃个香饼，好不好？我不吃，不吃啊。我们找一个看一下哪位奶奶年纪最大，我们买谁的菜好不好？你拿手机吗？来，你看一下谁年纪最大，谁最困难，谁不容易啊？我们买谁的菜？陈哥，你觉得谁最困难？我觉得都差不多。来，比我们都有钱，比我们都有钱啊！哇，这位奶奶主动上门推销了。这怎么卖呀、啊？哎，奶奶，自己种的，自己种的便宜一点嘛。都便宜，怎么都要3块。我卖的。啊，这个放心啊。几个？这2块5毛钱一斤呐、啊。那两个，挑两个壮一点的。两分在乎，光把皮削一下好吧。你这个生菜怎么卖啊？生菜一块。一块一把还是一斤啊？啊，一块一斤。啊、哦，一块一斤是吧？啊，这里4块钱是吧？好。人家都给你加。来。我买的便宜，个人的菜。帮我称一斤，好不好？啊。称一斤。啊。1块钱一斤吧。嗯。称一斤。称多少？称一斤。很紧了。嗯。妈呀！嗯，够了。2块钱的。要鸡蛋吗？鸡蛋，等一下看好不好？先帮我称嘛，一样一样来嘛。葱要吧，香吗？你先称这个嘛。啊。一斤高高的。啊，一斤高高的。啊。一斤高高的。啊。可以哈，谢谢。嗯。葱啊。这香葱啊，是好吃啊。咱也没什么东西要葱啊。啊，下面条。下面条。炒菜长点都好吃。我今天没啥菜需要葱的，这葱我不好留啊。啊。我今天只炒这个莴苣。我这菜长得好吃的很。你马上跑出来。年轻人不会种菜。是不会做菜啊。是。年轻人不会做菜啊。再买了给你吃更爽。啊，也行啊，行，可以啊，嗯。这30个你差了。30个我也买不完啊。你买多少是多少。我没有零钱了。啊。买了我大哥呀，我给
微信也多。啊，微信也可以是吧？啊，小镇拉倒吧。没事，你要不就给我减齐这5块钱，好吧？减多少？把这5块钱买完。我这还有钱这个。啊？我这还有钱这个。是吗？这里是几块钱？这1块钱嘛。啊、我买你4块钱鸡蛋行不行？4块呀。4块。4块呀。嗯。拿5个单吧。买5个。行。4块钱拿5个单吧。拿5块啊。反正我就买那5块钱，我没有零钱了。我也没得钱。这是，我来陪家吃这香馆里。自己家里的。嗯。你赶紧多买点来，你要要来。可以吧？再拿一个好吧？啊？再拿一个。5毛钱都能拿到了，我现在凭什么拿？生菜记得拿到。这个多少一把了？1块。拿一半好不啦？拿一半啥大爷孩子？你叫啥？我这上面人不同意，我这人呢？削好了是吧？啊？削好了是吧？对啊。来一把。他没削好，还有一个。还没削好。啊，等等。还有一个在他手上，你别买2个只拿一个哈。我5毛钱。那个你要有人呐、啊。那没钱我不买，好不好？那个是卖的你啊，我买不卖，买不到你。给他5毛吧，再给5毛吧。给5毛怎么的？再少5毛钱给你好吧？不，你要买这个香菜吗？啊。你要这个香菜干嘛？那不要算了。不用了啊，谢谢奶奶啊。少1块钱，他叫少1块钱，在哪儿少？走，给他们烧，给他们烧。你也不烧，我烧，我的菜没卖，我好，走，在那烧，什么情况？他叫，他说这把香菜卖给你，哎，小心。你看那烤就行了，烧一块，这是你们一家的还是他找钱给你？那是我侄子。啊，这是你侄子。嗯。您辈分这么大。啊、嗯。你侄子都这么，他不过上您多大了？我70多了。晚上去到你家里蹭个饭可以吧？总啊，总啊，啊，真的啊。那我买再买一个好菜去你家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好吧。你家住哪里啊？什么时候回去？锦北。锦北。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我不回去。那你不回去，那我怎么去你家吃饭呢？开玩笑。等一份啥？还没黑。还没黑。卖一份啥？我回来刚烧啊。烧给了啊，看一下收到了没？给他看看，我不懂。好，那我真的去你家吃饭了。走，走，给我走。中啊，叫我菜都买了，我都起来，我还正经。这么热情、啊，你这么多菜，我看一下，我得吃几天啊。哦，峰哥，嗯，这菜买完也行哈。你买什么买？咱们又说。嗯，这咱吃不完这么多菜，鸡蛋可以留，问题是这个生菜跟这个葱。留不住啊！我是先买，我去家里，真的，奶奶，我把你菜买完了，去你家吃饭可以吗？中啊！可以是吧？啊！我现在就去，走，买了多少钱？我不行的话，那要绑着回家了，那个我。啊？那要绑回家了。那我要去你家吃饭，我帮他买去，好吧？行不行？我那边顾不得，我哪还有菜？哇，你还有菜呀、啊？哦，你几个摊位是吧？哦，好好，够完的，被他忽悠了，蹭菜蹭饭又落空了，套路很深的，我感觉。嗯，来来，哎，这饼好吃不？哎，到了荷兰，这个菜是必这个饼是必须要吃的，5毛钱一个。1.5块一个，5毛钱一个，我连本钱都不够，那不行了。能不能称一个？称一个吧。可以啊。哎，可以啊，嗯，可以啊。你说咋称法？你说想称一个？就是不给钱拿吃一个吗？可以啊。就是称法，嗯。你得想办法说服我，想称我那个饼就可以。那说服我给那个饼。啊，老板娘很漂亮，很年轻。那个说服不了我。一年了，我都50多岁了，
真漂亮，很年轻，能下手。下起来特别开心，而且你的点名那个笔啊，比你长得还好看。好了，你要不要吃了槟榔？我还不给你称呢。还不值1.5元吗？称一个吧。哎，你这个饼，哎，没事，咱买一个尝一下。你看这个饼真好，我就称一个，给称一个吧。拿枪随便称。来，就不给钱的那种啊。嗯，不给钱那种是不行的。这个叫什么名？什么饼啊？烧饼。烧饼啊。啊。你们干嘛呢？吃过没有？去敲了是吧？不是，我们是自驾游的。哦。那车停在对面了。你不缺那1.5元啊？对，但是我们就想体验一下这种乐趣。嗯，对，蹭一下。然后体验一下这种荷兰人民的热情。现在很热情，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个蹭的习惯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不喜欢就蹭。啊，因为你们做生意哈，你们做生意不喜欢。生意。如果你到我家里去，随便你吃好喝好，让你的都有手都是看中国。行哈，谢谢哈，哎，买一个吧，来吧，我是来蹭，怎么买了？啊，蹭不蹭就买也不买哈，行，这鱼。要买啥，老板？这个金银鱼怎么卖啊？金银鱼市场。市场。是我买市场，应该是鱼贩货的。秋鱼呢？秋鱼，那是马，等着。你是贩的是吧？啊。贩的是吧？啊。野生的秋。啊。哪是野生的？不要调戏人家，不要调戏人家。嗯，啊，这鱼就可惜翘翘了。是吧？就还几个鲫鱼是活的，其他鱼都不行了。啊，太大回再换菜。咱今天下午吃得完吗？那么多菜，这香菜是买了，啊，鲫鱼怎么卖啊？鲫鱼市场十三呀。野生局包你钱，有一个家里啥不是野生局，一条赔500。一条赔500。那怎么就说这个鲫鱼是野生，怎么就不是呢？厂里一个小戏团的，都拿过，也能拿过，那些都死了。死的也拿过，奖才拿过，养不住。哎，搞炸毛。便宜点嘛，10块嘛。不卖。不是你是活的，我肯定要的。你看，这样的呀，这样的10块，我拿10块扒给他，那会儿10块扒给来。不要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不是野生禽，这个品种它就不是野生鱼品种，这是杂交的。不要去抓那个鱼，这个是野生的，我就把它生吃了。这个品种就不是野生泥鳅品种，真的不用杠在这个哈，你要就我们买几条这个活的去，要几个，多少斤嘛？市场没便宜点吗？就是啊，照十来斤算了，都认鱼了。啊，大师跟省得很，我跟江一般冲的，那冲，买了这种江一般。冲我买了，我这是想的，要几条？我就抓几条活的。好。辣椒是死了的。哎呀，就看划的，张嘴的抓。那个，还有那个，够了，好像没活的了。这也不是，他也不张嘴了。好吧，行了，够了哈，谢谢。啊。他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咱笑声，他睡着了。今天刷了，皮筋呢？市场4两的5块，18块钱的。不是说12块吗？不是12块吧？等一下。那本来就十块。我这刚才说13。不用你杀，我自己杀。啊。可以。就刚好杀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杀。可以。
吃啥？吃啊。刚才都说好了，不说好我就不会拿了。我的个天，要拿老板，我要是驾驭了我抱你。哎，野生小菊，我抱你。你要拐拆了。多少钱呢？我给你找十三块，你不要我，哎，我也不容易，哎，一。